宋仲基与宋慧乔今年二月遭曝婚变，事隔三个多月，今27日证实离婚。女方有人透露，宋慧乔今年因婚姻触礁暴瘦5公斤，戒指都戴不上去。宋仲基也因为拍戏与婚姻缘故，压力太大导致严重落发。网友翻出他3月照片，发现发量明显变少。宋仲基今年开始严重掉发。其实宋仲基发量问题今年不断被网友拿出来讨论。3月一张跟工作人员的合照中，额头头发非常稀疏，而当时正好是传出婚变的时期。网友推测他应该是因婚姻伤神，但也有人表示是因拍摄新戏缘故，压力太大才导致严重掉发。此外，宋慧乔友人也受访表示，她今年暴瘦5公斤，除了衣服尺寸小一号，手指也变细，导致婚戒戴不住。但宋慧乔仍想守住婚姻，想尽办法也要把戒指戴上。朋友见状感到心痛，而这些现在拿出来说也没用。